16岁黄多多近照显成熟，打三个耳洞五官像妈，脚踩椅子上姿势霸气。近日，演员孙俪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分享出了一组女儿黄多多画画的照片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黄多多巴掌大的脸上拥有精致立体的五官，眉眼之间神似妈妈孙俪。他的耳朵处还打了三个耳洞，手上拿着铅笔，神情专注，正在画本上认真作画。除了五官精致、气质出众，黄多多被父母教育得很优秀，特别是艺术天分十分突出，父母也是将他往多样化道路上培养。无论是画画、舞台剧、厨艺等，他都能很好地掌握。黄多多曾与何炅老师共同合作了舞台剧《水中之书》，现场排练时刻苦努力，并对角色有深入理解，正式演出时也是毫不怯场，每个瞬间的神情和动作都展现得非常到位。黄多多在众多星二代中可以说是优秀的代表，这不仅得益于父母的开明教育，也归咎于他自己的热爱与努力。祝福妹妹未来永远活在热爱里，并为之创造出更多好成绩。